是2018年经济会比较不好，所以做 sales 的人呢和做老板做生意的人全部人都可以待遇咯。第一，首先我要介绍的就是玉可以招财辟邪守财。第二，我要介绍的就是蜜蜡，蜜蜡可以给你们招财，也可以给你们有胆量，有那种自信。第三，我要讲的是象牙，象牙可以增进人缘，招财辟邪，也可以保平安。另外，脾气不好的人就不好戴法金咯，法金被影响脾气更坏啊，可是它蛮适合做偏门的人。那么这里是红宝石，今年如果想求到一段好姻缘，那你就戴这个红宝石，这样就能增强一性缘。最后，我陈凤娇师傅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